好，那么现在我看很多媒体或者是蓝营的政治人物在讲蔡英文啊推出的十年政纲都是空心菜。我希望是不是空心菜，老实讲，我觉得观众朋友去了解比较重要。好，了解以后你觉得没有道理，它就是空心菜；你觉得它有道理，它就不是空心菜。重点是蔡英文啊，好好说，好好讲，不要太在乎别人怎么说。至于谁空心菜，这个事情重要。请大家看，讲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剩偌济？4.8亿，四点多。本来讲要保五无，保不住了。保五讲即卖无啊啦，即卖吼，这不是迄个啥？这什么？迄个警察有啥物保五吼？保五总队，保五总队，今麦成保四总队，保四总队哈。经济成长率下修到4.8亿啊哈，其实重点是这啦，重点是啊，我今天啊用主计处给大家看哦，马总统1997年5月开始执政，请大家看1997年5月经济成长率0.73，有看无？嗯，过来1998年啊-1.93。这几年拢伊即种哦，1999年，因为1998年确实不好，所以1999年基期比较会很好，对，所以有10.88，这是事实哈。100年，现在是预估是4.81嘛，然后因为这过来啊，讲什么明年会4.58，这咱唔知啊，咱卖讲。这四年呢，马总统执政啊，这四年我把它加起来除以4，你怎样？那个平均成长率多少？应该只有3.6。3.6。伊甲咱讲话者，六。伊甲咱讲六。迄间王定宇还佫有摕迄个啥 iPad， 我大概看。卫星抓镜头都有。哎，每年6%。结果偌济？3.62啦。我佫请教大家啦，陈水扁执政的最后一天，5月19号，交予马英九的股票啊，是9300点。今仔收偌济？今天收7300啦，让人强调7300啦。甲咱讲啊，讲无要紧啊，咱经济成长率两摆无要紧，为平均国民所得突破$20,000呐。那是因为台币升值啦，连让这内行的啊，这嘛是够用骗的啊，对吧？还是哦，那是台币升到29块呢，对吧？我今日甲算咧，咱台币啊，马总统执政捌变到偌济，你知道？变到35呢。我今仔用35甲算，你知影剩偌济无？剩15,000。够救，够多救啊！救咯，当然嘛救。但咱未使用上歹啦，咱讲实在吼，这样无道理啦。我用32甲算啊，是差不多17,000啦。好，请问17,000甲马总统甲咱讲633距离远？啊，一半而已，一半多。有讲过啦，$30,000是伊执政8年啦，不是4年啦，这咱来讲属实话啦。好。但是老实讲啦，若要17,000救到3万块吼，过去即种四年也无可能啦。我是要甲大家讲讲，啊好，失业率咧，失业率讲甲咱讲3%，即马讲吼5-4-3啦，5-4-3就是经济成长率讲也无5就好啦。啊失业率咧讲无4啦，吼，哎三是啥物我煞袂记啊，吼，啊又我又讲5-4-3安尼啦吼。啊，三是讲要加薪啦，加薪3%啦，哎啦，5-4-3啦，增加5-4-3。我甲请教大家啦，什么人是空心菜啦？啊，徐老师，什么人空心菜？洪毅，5-4-3啦，如果保五都不可以，会不会变成4啊？4-4-4啊？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叫空心菜？其实很多人在问，我是觉得说，蔡英文把他的主张讲得很清楚啊。那我觉得蔡英文在未来很多辩论的场合，或者说洪怡来你这边接受专访，我觉得再把实际的做法讲出来。我觉得哈，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辩论。我不希望看到的是什么？执政党的做法是怎样啊？蔡英文提出来说啊，跟我们的做法很接近。那如果跟你的做法很接近，那你干嘛要说人家空心菜？对不对？洪怡最清楚就是社会住宅。社会住宅的概念是蔡英文提出来，到现在国民党在跟啊，什么合一住宅不是在往这方面走吗？朋友，我要问一个问题啊！你刚才看联合报的数据是这样，举债是这样往上跑哦，对，股票是这样往下掉哦，对，我们的经济成长率也在往下掉哦。红姨，那我问你，举债那些钱跑到哪里去？对啊，对，钱到哪里去？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老农民没有，
好，军工叫有加薪哦，可是问题更大一笔钱是到哪里去？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我蔡英文应该要讲说，我会把你们的钱找回来。嗯，我觉得这个是重点。嗯，洪毅，举债是大家都要负债的。美国为什么现在这么惨？是因为举债的问题耶。注意神哦，注意神哦。那如何大家看过资料？民进党之前八年是举债偌济？1.3兆。1.3兆。1.3兆。那如神贵，今年平均是偌济？八年。大概差不多是1400亿左右，1500亿，嗯，是不是？对，差不多千五，千六，千六，千六，1600亿，千五。国民党三年是1.3兆哦，对，4000亿嘛，还是就是讲马总统执政一年加少单水币之前的存，一年加少偌济？一倍较低嘞，2000，差不多加少2000亿哦。但是2000亿的经济成长率是比单水币较歹哦。好。我请教，那2000亿提对啦，嗯，这个事情很重要呢。你会记马英九迄阵就是讲不举债无，演讲讲不举债，不加税。啊，咱还袂甲算这条，唔是讲空心尔尔，伊阁甲你大骗呢。但是我是要讲2000亿啊，是去予政治人物借去，啊，也是去予财团借去，去予好人借去，想要百姓遮艰苦，但是伊阁举债遮济钱，钱是甲咱提对，哎，歹势讲上。无听讲，还阁有观众对这个经济成长率 GDP 啊，无听了解到底是啥物物件。但是有一个上现实的，我简单讲，你绝对来记掉的。今年后半年到明年，第二次的衰退会过来啊，大企业开始搁咧裁员啊，唔是干那台湾哦，人美国、欧洲拢同款哦。所以你手头有现金，你来保掉的，人一直甲你讲。你唔相信，到时佫来的时候，你应付袂了。所以2012年这个总统大选是一个关键的，什么人有法度控制了？什么人有法抵抗这个物件？迄真正有法度甲台湾抓出来，无同款像安尼落去了，你家己想嘛？你的感受是啥？今晚讲什么？讲啊，年轻人的那个什么手头族啊，讲投马总统会较济嘛？今晚民调啦，我讲拢唔免甲信一套啦。为什么变信一套？讲咱的生育率啊。跌破，即马跌破一，哪一呢？1%以下，0.89啦。对，全世界上凄惨的是德国，即马台湾比伊较凄惨。结果讲啊，问题出在哪里？讲问题出在经济啦，笨蛋。问题出在不敢生啦，为什么？民众不敢生，养育负担太沉重，社会环境让人不安心啦。含中国时报吼都写讲，为何不生啊？经济负担是主因啦。歹势呢？你知影？你会记内政部啊，用一个口号吧，一百万，传家宝。孩子，你是什么？永远传家宝，是吧？二十字拼百万，催生口号。26号起开始征稿，100万，未然吼有出来呢？有百万催生于孩子，你是传家宝，夺冠呢？100万退役啊，歹势啊，今晚讲过讲啦。我不清楚啊，这是变啦。所以洪宇负债就是安尼做造成的嘛。你看，你卖讲100万无做哦，看起来无做哦，加100，遐100，500，遐1000，到到的油品运动开偌济？所以负债油品运动开12亿，对，负债遮多就是安尼造成的。我嘛拜托全国的朋友哦，好好啊替咱想一下，我今仔想几工想袂起来。马英九这三年到底有做啥物建设？你是马上讲会出来的。麻烦你后礼拜有机会call in入来甲咱讲。啊，像雪山隧道，哎，对，哦，啊，东西向快速道路二高，啊，是讲啥物发电厂？你若讲高速铁，对，麻烦你甲阮讲，我真正想袂出来。马英九有啥物菜？6月挂菜啦，加有心啦，明明就无心，伊就要加有心啦，伊叫6月挂菜啦。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道理很简单，蔡英文真的不用怕，因为我觉得你提的10年政纲打到国民党透处，要不然他不会动员所有的媒体、府院党一直跟你攻击。人民讲这阮即马已经做，人民讲这阮计划要做，啊，无就讲你这个行不通，那很简单。你国民党行不通，让民进党来做看看，民进党搞不好行得通啊！只要不是人身攻击，凊彩谁在恁讲？哎，来，这里预算有赤字了，这两行，一行就税出增加嘛，吼，浪费啦。啊，一个就讲税收减少嘛，吼。这里马英九执政三冬，替好嘅人减税拢总1800万，千百亿嘛，你听我讲嘛，千百亿嘛，吼，替一般人减税才470几亿。哦，所以减税内底80%是替好嘅人减税。第二，看到大家咧讲，啊，这减少浪费要安怎做？民进党过去安怎做？我念几个数据，大家听啊，吼。家人和治水，国民党预算变偌济？大家拢无印象啊，变1500亿。民进党用偌济员工？320亿。哦，所以你看，升1200亿啦。
这个二高国民党变五千个啦，民进党2400就做起来。大潭电厂国民党变四千个，民进党1100就做起来，拢总升华到6000几个。所以会晓换家，啊，甲会晓顾家的总统，甲一个败家的总统，你看差就是差在遮尔嘛。啊，你嘛是下台啊？所以我认为讲，爱去拍拼啊，爱去拍拼，爱去拍拼。但我相信讲，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啦。